有幸嘅，即係參加呢個政府嘅東盟團去探訪老窩啦、柬埔寨啦，同埋越南啦。咁我哋順街作為一個電子嘅老牌子，我哋係希望了解一下即係東盟市場嘅發展啦。咁我哋自己其實喺越南已經有廠房噶啦，喺河內附近。咁今次都會去睇下當地嘅發展情況啦。